好，来吧，吹，点，咬，我加血，闪现，咬，吹，平 A 走了，吃药，这没办法，你给我杀的。能杀不小炮，真弟弟呀，小炮这都没杀了，他应该帮我挡个扣的，他也不闪现帮我挡扣，你说他帮我闪现挡扣是不双杀了，他也不帮我挡，这小炮真是的，帮我挡扣啊，跟我在那咋咋呼呼的，哎呀，来个冲脸辅助，随便打，随便打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就这水平啊，啊！五个兵。补两个兵，我是个 JB， 还给我挡扣，我他给我挡扣，他能双杀，他不给我挡扣，他只能杀一个，你说他给不给我挡？啊？我操！咬，就杀这莫干辣，给我跳来，对。点咬推 A 再 A， 这不随便打吗？哎呀！回家，先来个这个，他有没有能出的了？没有了呀，只能来个针眼了。来帮一波这蓝枪啊！推 W 一，有彩没有？起飞降落咬推一 W 走位咬，这包女咋那么骚呢？你烧啥呢，兄弟呀？你有什么好烧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你说，你烧啥呀？这么烧吗？那潘森不抠你吗？可以直接越，咬，这么干辣干啥呢？莫干辣，推，双杀，嘿嘿，嘿嘿嘿，舒服啊！
没关系，我有小蜘蛛。看看这塔下还有没有人，挂机了，这就挂机了。可以啊，先杀包女儿。那寒冰人咋没了呢？真是，二塔挂机了。那把塔拆了吧。你可以再推一波呀，对呀，你不推白不推呀，这不小摊一手。这蜘蛛辅助不行吗？上来就给人打挂机了。回家，插个眼儿。今天没有了，你瞧你们昨天的弹幕。找个陪玩，一直在那说，哎呀，代打，以后不行这样了啊，哪有代打，还净扯淡。他要是打个直播，那还有可能还是个整个代打，哪有那代打？挣那点钱还不够给代打的呢。哎，我操，多少钱呢？这不是多少钱呢？多少伤害呀？哇，最后一下打了我390多滴血！天哪，我都没爱起飞，我寻思他再砸我一下，我赶紧往出走一点，我再起飞。390、400滴血一下砸了我，扣我呀！这怎么能扣着的呢？他闪现了，算了。咬起飞，这回我直接起飞，我不墨迹，我飞，只要我飞得快，防御塔就打不到我。推小蜘蛛给我扛，把塔拔了吧。谢谢小石恩，感谢小石恩啊！你自己没拿着，这是啊，跟我可没关系。那就杀他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你说啊，对不对？这洛克丧尸之手又不是不能杀。关系，我虽然血比较少，但是吧，问题不大。咱先来个暗夜收割者，
我出个浪石之牙看看怎么样，我还没出过呢这蜘蛛。谢谢小石恩的骇客卡和小星星啊，小石恩呐、啊。哎呀算了没事儿。哎，我的蜘蛛怎么跑左边去了呢？一打反溜 Q， 那虚区就这么高啊，那没办法，就这虚区你说怎么弄？他露手干嘛呀？推，推，把莫干拉给我杀了，漂亮。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点炎能触发收割者吗？不知道啊，我感觉应该能，因为惩戒就能。小炮死了，这莱军 Derry 都没啥好下场啊！推，莫干了。哎，这波咱可以试试啊！咬莫干了，一打把妞，推致命点炎，扫一下。我这一个平 A 200多呀，插个眼儿。现在基本上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扛得住我六个技能，所有人，包括这洛克丧尸之手，别打他一枪，要射我，那算了。他那个要死那样，我吐你一口，点点，我再吐，我还吃狼，咬，起飞降落，吐了吧唧的呢，这也推接 E， 打不溜咬。可以越，一打半溜，推咬起飞降落，回家。哎，不来这辣死之牙了。不厉害呀，感觉法串棒。其实蜘蛛一共就三个攻击技能 ，W 都不是，这英雄虚区就这么高。谢谢
这个耳膜男友啊，感谢耳膜男友，谢谢谢谢。那字儿我不认识，小九啊，谢谢小石恩和耳膜男友。咋的呀？这牙卡呀，就100块钱。点一爬爬的推咬起飞射天使了，扫一下，插个眼儿来，莫干辣要干啥呀？我吐一口，咬，好疼啊！这一个咬，咬半管子血。一打不溜，推100块，咬，起飞，打不溜，没打不溜出来，给他炸死了一会儿。